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请大家合掌。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净土大经科注，请诸位同修先开科注上册327页，327页。请看第四行。我们上一次在最后跟大家汇报这个四谛，也就是苦集灭道，四谛十六相。这个内容呢是不在参考资料里面，我们是从别的地方呢找出来。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。我们上次学习了这个十六相前面的三个，观此身是苦；第二个，观因缘所生；第三个，观因缘假成，所以呀，生灭无常。现在我们学习第四个。它是指的无我，观因缘假成，故无我体。大家应该都知道佛门一个很著名的公案，就是我们禅宗二祖慧可大师拜访达摩祖师。什么原因呢？他的心不安。结果祖师就问他了：“你把心拿来，我帮你安。”他找了半天，找到没有？没找到。没想到祖师说什么：“我已经把你心安好了。”你看，他就在这一句话当下大彻大悟。说句老实话，不但我心找不到，那个我体找不找得到啊？也找不到。所以这里说吗？无我体，这个我体从哪里现出来的？我心。那我心是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所以不得已啊，说它是空。可是遇到缘呢，它又能够现一切万象。因此佛教我们大家不能够执着这个本体，不能够分别这个本体，也不能够分别计较这个万象，都是不可得的。苦呢，是从集而来的，它有四相。第一个，集观召集苦果，这个是属于集定。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地球上，许许多多的人都感觉到共同的一个感受，就是苦。而这个苦的根源从哪里产生呢？我们使用这个古人讲了一句话，不过那个话说句实话呢，语气很重。古人说什么？说两个字，
这个人他之所以做错事情，是因为他失教，失去了失，教育的教，失教。不晓得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子讲，这个话是啊，特别重的，什么意思啊？说的比较通俗一点，就是这个小孩子呢，他没有家教，这叫失教啊。再往上面去啊，不但是说他的父母没有教他的小孩，甚至于他的父母的父母也没有教他的父母。那换句话说，把他的这个上面的长辈啊，都包括在其中。而这种失教已经产生多久了？从慈禧太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，真的我们感觉到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，很多人不重视。现在许许多多长辈他只重视什么？文凭、学历、技能、知识、经验，他看重是这个啊，这些东西可以给他小孩以后带来什么呢？他也计划了蛮好的，他也设想的挺好的，给他带来财富、名誉、地位、享受。父母辛辛苦苦栽培他的小孩，其实他也是有私心的。他有什么私心呢？我辛辛苦苦的把你教育成人，以后呢，你就找到好的工作，创业赚大钱。买房子给我住，买车子给我开，给我坐。所以现在的父母，你看他跟儿女这个交流的时候，其实他就在误导他的小孩，灌输一个错误的知见。什么知见呢？人活着是为了享乐而活的，是为了物质方面的需求而活着的，而把这个如何尽孝，如何友爱兄弟姐妹，如何让天下太平，让社会安定，这个事情父母疏忽了。大概七八年前，有一个从事教育的老师，他到香港去拜访师父，很感慨地讲了一句话。因为他就在培养这些小孩子，就有一个家长有一天呢来学校的时候，就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交谈嘛，在交谈的过程当中呢，这个男众的家长就说什么：“老师，我的儿子啊，缺德没关系，他这一生不能够缺钱。”你看，如果做长辈的把这个名闻利养这么在意，那请问他的儿子，当然我们猜也应该是独生子吧，这么在乎物欲的享受，这把他往哪个方向在推呢？从佛法的角度来看，那是往轨道去的，是不是？您贪名贪利，那就将来到轨道去报道了。所以做家长的自己本身要深入经典，要学习传统文化，他自己知道是非善恶因果，他就不会胡思乱想，他就不会胡作妄为，当然呢也不会误导他的小孩子。假如说小孩子以后被抓到监狱里面去判刑，这个时候小孩子他就会想起父母以前是怎么样教他的。那在这个当下，请问他恨不恨他的父母啊？你看，本来是蛮好的一个家庭的，结果呢，出现这样的悲剧，多可怜。所以说啊，苦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果，但是要想到它的因，还有它的缘是什么。目前呢，一定要在缘上面呢下功夫。必须要把这个《弟子规》《太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道经》认认真真的来学习。
这是我们为人的根基。这个没有了，那这个人在社会上绝对没有立足之地，将来呢还到恶道去受苦受报，时间是论劫来算的。后面还说，观苦果生相继存在，缘观诸缘成就苦果。我们现在呢，这个因缘呢，的的确确不如100多年前，因为那时候啊，虽然已经在做的人很少了，但是至少还有少数人在讲。现在呢，讲的人都已经很少很少了，那做的人比例当然呢就越来越少，因为他没有看到没有听到这样子活生生的例子，所以纵然他遇到的经典他也产生不了信心。因此我们想要给社会大众树立一个好的榜样，给大家产生坚定不移的信念，自己本身要开始做，别人做不做那是他的事，可是我们自己要严格要求，我们要学习伦理，我们要深入因果，我们要懂得伦常。这是儒家、道家、佛家还有其他宗教共同重视的这个教育的科目。下面呢是讲到这个灭道二谛。一般佛讲经呢是常常先说这个果，然后呢再讲那个因。他为什么这样子讲法？让大家先看到嘛，一个现象哦，从这个现象当中再跟大家慢慢的分析它的因它的缘是怎么回事，怎么演变而来的。所以先讲这个果。观诸漏已尽，生死断灭。这个漏就是烦恼的代名词。的的确确，阿罗汉毗湿佛他把这个见识烦恼断掉了，他就不会继续待在这个六道里面，他出去了。这个灭地里面呢有静，安静的静。观三毒皆无，此心不乱，有明照作用，故静。这个观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看破，而这个静就是定。大家应该都看过四书里面的大学，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你看这个次第讲得多好。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到底修什么？一句话，就是让自己的心呢不再呢起伏波动，这是佛家常说的嘛，修禅定。定到一定的程度，那个智慧它自然就起现行。我们现在这个智慧没有出现，现在是什么天天在产生作用啊？第六识、第七识、分别执着，他们天天一接触到这个六神境界啊，就身不由主的造出种种的业行。佛呢，菩萨、阿罗汉就有能力做到不用第六识，也不用第七识。他已经完全把八识全都转过来了。不过呢，在我们这个时间呢，要做到转八识，目前来说做不到。我们到哪里去转八识？到极乐世界。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功夫是什么呢？就是用一句佛号，把所有的分别执着妄念，用阿弥陀佛替代，这个就好。在这个灭地里面呢，它有这个妙，观出离三界，
无诸忧患，故妙。人家呢，不在六道里面的，哎，那他待在哪里呢？他待在四圣法界，四圣法界里面的圣众，就比六道里面的众生生活环境更加好。他没有灾祸，没有任何所谓的天灾人祸。我们这里呢，昨天看一篇报道，说这个印度啊，他们目前就发现有240种变异的病毒，240种，这好可怕。那不晓得还会不会有别的变化，不得而知。所以啊，我们在这个时候啊，一定要有高度的警惕性。为什么会有这些天灾人祸呢？都是因为我们的心不清净，我们的心不平等，我们的心不够真诚，我们的心不够觉悟，我们的心充满了贪嗔痴慢，才会产生这样子不利的结局。所以从今天起，我们要转变自己的恶念，消除自己的恶行，用十善业，用五戒取而代之。离，这个离就是离开的离，离观一切灾害皆已远离。待在六道里面呢，可以说只有苦让他去天天承受。我们受这个苦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受苦呢？投胎那一刻，待在妈妈的肚子里面10个月，苦不苦啊？这位同学，您还记不记得啊？早就忘记了，是不是？可是如果您是做母亲的，您怀孕的时候，您觉得怀孕乐不乐啊？我们前几天就问一个怀孕的同修嘛，你现在走路累不累啊？他就说还好。听他母亲讲，再过2个月他就要生产了。我们可要知道，这个孕妇她挺这个肚子走路，那也蛮辛苦的，她也不敢走得快，她吃东西做任何事情都要小心翼翼，生怕给她的胎儿带来负面的作用。这些事情呢，都是我们眼前所看得到的苦。那还有很多苦呢，我们不知道。不知道不等同于没有。所以人呢，要觉悟。我们学习传统文化，最终极的一个目的，就是要离苦得乐。这是一些诸佛菩萨呢，来到世间所要做的工作。好，我们现在知道这个苦了，那用什么方法来灭除它呢？就要修道，观八正道可至涅槃。小圣圣人呢，他就从这个八正道开始着手。我们现在修学净土宗，释迦牟尼佛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修行纲领，也就是净业三福。净业三福在这个时代呀，真的很需要每一个同修自己发心来落实。当然能够把它广泛的宣传，那个效果就更大了。我们先不要说第二福第三福，就讲第一福，在当今这个时局恶劣的情况之下太重要。看看现在几个小孩他孝顺父母啊，几个学生他愿意奉师师长啊，几个人愿意做到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呢？太少太少了。有时候听一些同修就讲，哎呀，我家里的人呢出了问题了，拜托帮我们家人呢写个牌位回乡。我们就问是什么原因，他说家里人呢摔倒了。然后就问，那你们家人是做什么行业的？他说是开餐馆的，
做那个鸡鸭鱼肉，我们一听就晓得他为什么会摔倒。摔倒还算是果报比较轻的呢，那算是给他一个警告。结果一摔倒之后，他怎么样呢？膝盖就出问题了，要换一个膝盖，还把那个钉子打进去。结果动了这个手术哦，当时认为已经成功了，可是隔了没多久，怎么样啊？疼。那医生就说：“你再来吧，再来做第二次手术。”真的人呢、啊，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什么是最大的福报？不生病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没有钱那个倒不是很重要，真的第一个就是身体健康啊。身体健康，您到，你看海泉老和尚，他到112岁，还不用人家来伺候他。是谁伺候谁呀、啊？是他伺候别人呢，对不对？他每天还要下农田去耕作，还可以上树摘水果供养信徒。真的，人不能够不修福。福从哪里修起呢？从家里开始做起，从学校开始做起。我们在家里孝顺父母，在学校里面老老实实认认真真的听老师的教诫，依教奉行，这个人他肯定是一个正人君子。孔老夫子对于这个孝悌非常重视，您看一看《论语》就知道了。所以在这个时代呀，我们真的很希望大家把这个传统的经典呢，再找回来，认真的去研学落实。道气正理，故儒。这个气呢，就是契合，跟什么契合呢？跟这个正理契合，所以说它是儒。那个儒啊，就是如果的儒。儒是什么呢？儒就是事实真相。行由此万恒，以去涅槃。这个行啊，就是我们常说的，真的开始做了。的的确确，我们这一生想要决定有把握可以往生西方净土，您只要做到六个字就可以了。哪六个字啊？大家都听得很熟的，老实、听话、真干就好了，就得了。你肯定能够去得了。所以人呢、哦，不要有自己的成见，不要有自己想法，反正佛在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这些方法理论您照做就好了。一开始不懂没关系，做着做着他自然呢就明心见性。你看禅门的大德，他们在哪里开悟的？就在厨房里面劈柴烧火洗菜，当他劈柴的时候啊，一斧头劈下去，咔嚓，那个木头被劈开了，他当下呢就开悟了。昨天怎么不开悟，今天一砍下去就开悟了，火候到了嘛。所以我们呢，如果功夫还不得力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一句话，还没有完全放下。所以一定要把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等等，要把它真正从心上啊放下，这是真修行。由此圣道，以出生死。这个出啊，就是结果。我们这一辈子，如果不能够到达极乐世界，那我们修行几十年，请问有没有一个结果？没有，你还在六道里面轮转吗？啊，转来转去。高的到天上，低的呢就到无间地狱，不就是这六个地方反复不停的循回轮转，受苦受报。好，下面呢我们接着来看呢这个科注327页第8行。
327页第八行。短见思二惑，出分段生死，而入于涅槃者。这里有讲到啊，见思二惑。下面请诸位同学把参考资料上册请出来，参考资料上册翻到135页，135页大家找见思二惑。因为佛在经上的解释啊有很多种，悟生要跟大家汇报的内容呢跟下面参考资料所说的有一点不同。悟生所汇报的内容取自于佛学次第统编，大家可以对照这个参考资料来看。他说十种随眠总称二惑，谓之见思二惑，一名见所断惑，修所断惑，为见惑见道所断，思惑修道修道所断也。这是讲到这个两个名称它的由来。见惑什么时候能够把它断掉呢？它的哪一天呢您见到了就可以把它断掉。可是思惑就不行，思惑必须要靠我们真正修行它才能够断得了。从这里你就知道这个见惑思惑哪一个更难断呢？思惑。见惑为一根对法尘非理愁度起诸邪见，如外道之即断即长乃至有无等见，是名见惑。这个见惑啊就是我们常说的他看人事物啊他看错了，他没有真正了解到事实真相。我们平常呢都会用一个工具，这个工具是什么呢？就是佛家所说的第七识。第七识啊也叫莫那，这个第七识有四种烦恼跟着他，大家应该都记得啊，我见、我爱、我痴，还有我慢。这个我见呢，把它再一细分的话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，还有这个邪见。第七识，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执着。那第六识最大的作用是什么？分别。悟生有观察诸位同修，你每一次来上课穿的衣服颜色都不一样，大家有没有发现法师每天穿的衣服颜色都是一样的？对不对？你看穿的外面都是咖啡色的，里面是灰色的，是不是？365天就是这套我们讲行头，穿的鞋子也是一样的。所以出家也蛮好的，怎么说呢？出门呢不用选择今天到底要穿什么衣服，随便随便拿就好了吗？穿了穿就不就是那些衣服，这个就心里面呢没那么多的计较。你看你出门的时候鞋子摆了一大堆，不晓得选择哪一双，哎呀这个让自己就操心了。人过日子嘛简单一点好。这个非理愁度，非就是说真正呢跟这个理就相违背了，而这个度呢就是说衡量。因为我们呢内心里面有我见、我爱、我痴、我慢，佛家讲啊四大烦恼常相随，师尊教我们大家要转，要把它扭转过来。果真把这个转过来了，把第七识转过来，恭喜您，您这个平等性质
就出现了。再把第六识一转，那这个妙观察智就出现。这两个呢是从因上转，八识嘛，因上是第六识、第七识来转，接着呢果报上面就是第八识跟前五识，它就转过来了。古人说果地上转，第八识一转过来，那就是大圆净智。前五十一转过来呢，就是成熟坐智。您把这个都扭转过来，那就不是四圣法界里面圣人了。您是哪里的人呢？您是一真法界的法身大士了，也就是明心见性的。凡夫呢，这个见惑啊，挺多的，八十八品见惑。举个例子吧。他有常见，有断见。常见就是认为啊，死了之后还在投胎，再来做人。那断见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人死了之后，一了百了，没了，这个世界跟他没什么瓜葛了。事实是不是这样子？死了之后还有中阴身呢，中阴身之后49天，他还要呢，再投胎。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事情。投胎那个具体的样子佛讲得很清楚。再看思惑，为眼耳鼻舌身五根对于色声香味触五尘贪爱染着迷而不觉，是名思惑。刚刚说了这个见惑呢，是我们看错了，看走眼了。那这个思惑呢，就是我们想错了，你判断错误。所以大家说句老实话，您不能相信自己的六根。您看以为看的是真的，是不是真的？不是的。闻呢？听呢？不是的。我们所见到这些六层境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用一句话全部都概括了。事实真相是什么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哎呀，您还在那边分别咯，这是红色的，那个是黑色的，这个是白色的。佛告诉我们是什么？金刚经里面讲，您看的这些颜色啊，全部都是一合相。一合作的合，一合相，那是最小的物质单位。这个科学家有个名称嘛，叫微中子。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它聚合而成的，不能够当真。在这个参考资料啊，大家看参考资料440页。440页，大家找分段生死参考资料上册440页，分段生死有看到吗？看到啊。好，这是二种生死之一，为轮回六道凡身之生死也。这是指我们轮回六道之身各随其业因而寿命有分限，就是我们寿命呢长短不一样，形体有断别，故曰分段。那么大的分段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生一世，其实这个时间呢已经太长了。严格来说那一段一段是多长时间呢？我们讲的最严格的标准，那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弹指32亿8000年，一秒钟当中有1600万亿次的那个分段，它每一个念头就产生一个物质现象嘛。所以我们这个身体的变化，说实在的，您刚刚进到讲堂跟等一下出去您那个身体是不是一样啊？
您脚才刚刚一跨进来，那个身体就起了很大的变化了。所以人呐，不能够太执着自己的色身呐，假的嘛，还把自己身体了爱护得不得了，还要买什么化妆品、滋补品来去美容它，来去呢保养它，适当就好了，不要太过于呢花费那些不必要的金钱。这是讲到这个分段生死。好，下面呢我们来看这个科注327页第八行，他说，这是经书里面所讲的，如来所说言教名称参生误解，故曰声闻。这是为我们说明这个声闻的定义。诸佛如来所讲的言教名声，名是什么？名就是我们常说的名词术语，或者简单讲名相。声是佛讲经说法的声音。这个参生误解，参生啊，这是打比方，把它说的简单一点，就是我们能够听到这个声音。当我们听佛讲经这一堂课听完了，您有什么样的收获啊？法喜吧，对不对？佛门常说嘛，法喜充满。假如说一个法师啊，他上台跟大家做汇报介绍佛经，讲完之后啊，观众听了呢并没有得到法喜，那他这堂课就讲得不够成功了。所以佛菩萨讲课是让每一个听众不同程度的人通通都得到法益。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？因为他开悟了。讲老实话，要帮助别人开悟，那个讲的人他有没有开悟啊？很有可能。好，再看底下，辟支佛。辟支翻成中文叫做因缘。佛者觉意，故就意辟支佛为缘觉。为什么把辟支佛翻成是缘觉呢？因为它是啊借由这个因缘而觉悟的，所以翻为缘觉。那玄奘大师他翻译这个辟支佛呢叫做独觉。其实两种翻法都翻得挺好的。据大圣一章云，缘觉有二解，一观十二因缘断惑正真，从缘得觉，故名缘觉。这是啊第一种说法。关于这个十二因缘呢，请大家再看一下参考资料。今天我们看参考资料比较多一点，442页上册。参考资料上册442页，大家找十二因缘。这个名相啊，是我们佛门里面蛮通用的，名相很重要。他说：“为无名等辗转感果名因，互相由借为缘，三世相续，无间断也。”缘觉是看到这个因缘果报啊。他觉悟了，他知道的事实真相。这个三世是说过去现在未来三世，三世相续无间断者，为由过去世无名行为因，感现在世，世乃至寿。这个无名不是个好东西，
它是什么？你看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？无明是什么意思？你也不要说的太笼统了，烦恼。我们当然知道是烦恼。无明是什么？就是它的字面的意思。不明白吗？对不对？这个叫做无明吗？不明白。那不明白是什么呢？就是迷惑。这是最难断的一种烦恼。而这个行啊，它是属于造业。人为什么会造业啊？因为他迷惑才会造业。感现在世，这是啊果报。那我们现在感一个果，它的因是什么呢？前世造的业。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说的太好了：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那以后呢？欲知来世果，今生做者是。那现在是他说什么呢？后面讲的是乃至受，这个是啊，一直到他受这个果报。无者为果，由现在果起爱取有三者，为现在因，由现在因感未来世生老死之果，如是循环无间断也。这桩事情谁知道了？云举。所以他这个悟性呢，就比这个阿罗汉高。阿罗汉断掉了见识烦恼，可是烦恼的习气呢还没断掉，毗湿佛呢就有能力断掉这个。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这个四谛，四谛呢它是世间因果跟出世间的因果，我们常说两重因果。而这个十二因缘呢，它讲的是三世因果，过去现在未来三世。我们看第一个，无明为过去世烦恼之祸，赋于本性，无所明了，故曰无明。这个无明呢，它也分为根本无明，还有呢知末无明。这里所讲的无明呢，它是属于这个知末无明，不是根本。如果说您哪一天呢把根本无明破了，您是谁啊？我们就很尊重的称您为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的佛了。这个就超过阿罗汉，超过毗湿佛。第二个因缘呢，就是行，因为他有无明嘛，他就会造作业。这个行呢，就说他造业。为过去世身口造作一切善不善业，佛法身大师比我们众生高明的地方就在于，他虽然造任何业，但是人家呢他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。我们造这些业有没有这些东西呀？通通都有。所以我们感得的就是三善道的果，或者是三恶道的果。那佛菩萨呢来到这里，天天讲经说法，天天也穿衣吃饭，也托钵，也跟大众接触，但是他没有六道的果。所以说做同样一桩事情呢，心念不一样，果报就相差特别大。那现在我们大家很想了生死，怎么样让自己啊这个妄念越来越少呢？造的恶业越来越少呢？有一个方法是最好的。什么方法？念佛。这个方法是最好的。前面说这个无明跟行是因，感果呢是从第三个是开始的，还有呢名色六入触受，这是我们这一生的果。是就说的神识，这个神识就把我们带到这个世间。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人间，你投胎
您呢，在慢慢的长大，然后再出生。唯有过去祸业相牵，致令此事投脱母胎，以刹那间染爱为种，纳享成胎，是名为世。这个世，我们一般会加一个字，神世。有人呢很好奇，这个神世哪里来的？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？您是哪里来的？不知道啊？想知道吗？您本来就有，这就是答案。那么这个神是他来投胎呀、啊，佛经上讲，这也是跟他前世的父母、啊、有这个缘啊。我们跟任何父母聚在一起，组建一个家庭，我们做他的晚辈，缘有四种：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父母啊，都是希望自己的儿孙呢、哦，个个都很孝顺，个个都听话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们小时候听父母讲的话，讲的最多的那个话是什么？你要听话，是不是？不管是对儿子讲还是对女儿讲，要乖乖的啊，听话。我们其实我们在小学时候还这个不是自己夸自己啊，还过得去吧。但是，一旦到了初中呢？就像底下所讲的，人呢、啊、就慢慢就变化了，思想一复杂，对于父母所说那些话呢，我们就会有自己的看法，就未必肯完全照做。那再往上面去，如果到了大学呢，再往上面去，如果您已经这个找到工作了，找到对象了，那这时候父母讲的话可能就更加难听得进去了。所以管教小孩什么时候管最好啊？古人，这是我们中国古人，可以讲是最懂得教育的，这个是其他国家找不到的。中国人教育他的小孩从什么时候开始教育？不是等他出来才教育啊，完了，什么时候教他呢？他还在您肚子里面的时候，您就要教他。换句话说，这十个月当中，您就在家里面多读经、多听经、多念佛，这样子无形当中就给那个胎儿种下了金刚种子。那他一生出来就很容易带、很容易养，也很容易去教化他。这个神识啊，他一来投胎呢，可以讲啊，做父母的都很高兴，而那做长辈的一听，哎呀，这个儿媳妇受孕了，开心的不得了。这是一般人呢都有这样一个想法。那么这个神是他做胎的时候叫什么呢？佛门里面有个术语叫做名色，名色，这是第四个。后面接着解释啊，名即是心，为心但有名而无形止也。色即色止，即是身也。这是讲到啊，当这个神是刚刚来投胎，这前面一周七天里面呢，你怎么去用那个仪器啊去探测这个神是看不出来。七天里面找不到这个名呢，就是说他有心，他有识，但是还没有这个形质。可是这个色呢，他就有物质了，这个物质呢啊不能够分别。为从脱胎以后至第五个七日，名行位，生诸根形四肢差别，是名为色。您看了这段介绍，有没有觉得释迦牟尼佛的眼睛很厉害？他就能够看得到这个胎儿在母亲肚子里面的一周一周的变化，是不是？那时候有没有
有没有电呢、啊？有没有 X 光那个什么扫描的机器呢？通通都没有。可是佛就能够把这个一个过程一个过程呢讲得这么清楚。当然这个讲还是蛮粗略的，它是七天七天这样来说。到了第35天的时候呢，你看明行位，这个神识它就长什么，长出四肢出来了，就是手啊脚啊就出来了。可是呢，这个胎儿他的脸、眼睛、耳朵，这个当下还看得不清楚。虽然有了，但是呢，不是很明显。第五个呢，就是叫做六入，为从明色以后至第六个七日。从这个49天之后再看这个胎儿，就可以看得到他的眼睛鼻子了。那么在如果说在这之前呢，在42天就有什么呢？就有这个发、毛、爪、齿，它是这些就慢慢就长出来了。明具根位，六根开张，他的六根呢就具备了，于是呢就有入六尘之用，这个就叫做六入。换句话说，这个胎儿49天之后呢，他的六根都长齐了，那么在这个时刻呢，他就有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我们听说啊，这个全世界每年妇女堕胎的人数相当多，光是官方的数字，每年有多少女子堕胎呀？她堕胎多少婴儿呢？5000万，多不多？非常可怕，2年就是1亿。她就不知道啊，这个胎儿。其实他在49天，我们讲了一个半多月，他就已经怎么样呢？他就有见闻，他就有这个感受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如果医生哦要把他给拿出来，他很痛苦啊。本来这个婴儿是来报恩的，或者是来还债的。假如这个时刻，做父母的商量要堕胎，那个胎儿的心马上就转了。变成是什么？嗔恨，他要报复这个母亲，他要报复这个父亲。所以呢，为什么很多堕胎的女子啊，身体不好，境况呢很差，都跟这个婴儿有关系。所以有不少同修啊，学佛之后就知道自己以前做错了，都希望哦，我们法师呢帮他写这个。水阴灵的牌位，希望能够超度。当然我们为大家登记牌位这个没问题，回向也没有问题，可是啊，还是要这一对夫妻，还是要这一对男女呢，他们自己要忏悔，自己要念佛，要修行，回向给这些被堕掉的阴灵。下面是第六个，处为出胎以后至3、4岁时，六根虽处对六尘未能了之生苦乐想。当这个婴儿出生之后，一直到3岁、4岁呀，虽然他有这个接触外面境界，但是他这个身体啊，跟这个心理相结合产生那个反应呢，还不是很明显。您仔细看，3、4岁的小孩，他那个模样，他那个表情，纯不纯真呢？我们学院就是这样小朋友嘛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些家长啊，把他小孩推在学院，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看到他们吗？我们肯定会夸他一句吗？你好可爱呀！
这个时候小朋友啊，真的是很纯洁，他没那么多妄念。但是呢，到了第七个就不一样了，这是受，从五六岁至十二三岁时，因六尘触对，六根即能纳受前境，这个境就是境界，好恶等事，虽能了别，然未能起淫贪之心。当这个小孩子，我们讲少年儿童，他到十三岁之前呢，其实心呢还算是不错。我们讲这是古时候，现在小孩子他到了十三岁，你看他已经怎么样了？像个小大人一样的，挺成熟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那讲话都是挺会讲的，他的思想已经不单纯了。那说的不好听一点，他已经受到染污了。受到什么染污啊？现在哪一家哪一户客厅里面没有电视啊？所以这个做爸妈的或者是他们雇的这个佣人，就把这个小孩就放在客厅，让这个小孩就看电视。他从那么小就被那个电视啊给熏染。古时候没这些电器，所以人呢相对来说他保持纯净纯善那个时间久。古人有句话说得很好啊，三岁看八十，七岁看众生。因此现在啊，做父母的管教他的小孩子难。为什么比以前的人那么难呢？因为现在小孩子从那么小的年龄他就开始接触外面的媒体了，以后上了小学了，他看这些网络里面的资讯远远超过我们大人，恐怕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，他都很清楚。这个爱取有是我们这一生的造作，前面呢从事到受是这一生的果报。受有哪些呢？苦乐忧喜舍这五种。在这个人十四十五岁之后啊，他就有这样的感受了。这个受里面呢有爱取有，从第八到第十二，这个是第二次的因果。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世造因，将来呢会感到这个果报。那这一生所造的就是三个爱取有，我们看第八个是什么。它是爱，未从十四五岁至十八九岁时，贪于种种圣妙之具及淫欲等境。这个资具啊，就是资身的用具，我们讲呢日常生活所需要这些东西。这个时候他就怎么样啊？贪图享受了。诸位同修，你有没有发现您的小孩在上初中高中时候，尤其是女孩子，她就会变化。变化什么？她会打扮自己，有没有发现的？化妆了，是不是？在上小学的时候，她有没有化妆呢？没有。你看现在人呢，这个贪心呢，已经是提前就发生了，快，这个其实不好啊，增加烦恼嘛。然有未能广遍追求，这个叫什么呢？这叫做爱。在这个阶段呢，他已经有这样的念头，但是呢还没有很强烈，他已经开始想得到。后面第九个呢可以说是越来越糟糕，那个烦恼越来越重，就是取。未从二十岁后贪欲转生于五尘境，四方持求，是名为取。
这个五尘呢，就是指的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五种感受，这五尘。在这个当下呢，他就开始跟人家竞争，要跟人家呢比，看谁得到的多。我们用佛法的讲法呢，就是他这个时候啊，就造业就比以前多得多了。第十个叫做有，有呢就是说有了果报了，为因持求诸境起善恶业，积极牵引，当生三有之果，是名为有。括弧里面说，因果不亡为有，三有者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，也就是三界。我们这一生呢，大家有什么样的一种果报，一定要知道跟前世造业有关系。你看有的人他这一生寿命就比较久，有的人呢他的身体就比较健康，有的人呢他的物质方面就很丰富。什么原因呢？他肯修三种布施嘛，所以就感得这样的果报。那反过来讲，如果这个人他不肯修这些布施供养，他光是在那边打妄想，能不能得到这些果报呢？绝对不可能的。所以古人说的非常好，一饮一啄莫非前定。我们想要改变命运怎么办呢？从今天起一定要大胆布施，大胆供养。第十一个是生，为从现世善恶之业，后世还于六道四生中受生，是名为生。第十二个是老死，为从来世受生以后五阴之身俗还坏，是名老死。我们人呢，有生有老，当然这个当中还有什么，还生病吧。真的人呢，老的时候他最担忧的是什么？就是生病，劳苦啊。诸位同学，我们现在还感受不到劳苦，您什么时候大概才知道？当然不希望大家得到，可是我们看别人，你看这些老人家到了八十九十，他行动就不便了吧，拄拐杖，甚至于还要呢坐那一个轮椅。这个老死呢，是此地所讲的这个老死啊，是讲到来生的生死。十二因缘里面呢，一共有啊两重因果，前世因，今世果，今世造因呢，来世又有果，这样子循环不止。我们在六道里面做什么事情呢？说实在话，就是在做这些事情。六道不是别人造出来让我们去受的，都是我们大家自作，自己来承担这个果报。好，这是讲到十二因缘。现在呢，我们请大家看科注327页倒数第二行。缘觉第一个就是观十二因缘，第二个呢是讲独觉。二，因见风动宿等等外界事相之缘而得觉悟，曰缘觉。这种例子呢，在中文里面呢常常有。天台一家更区分此二，名曰，这是天台家所讲的，初有佛事观十二因缘而得悟者为缘觉。这种人呢，根性特别定。怎么讲呢？那佛菩萨住世的时候跟大家讲啊，这个十二因缘，他听了之后就怎么样，就开悟了。刚刚悟生已经跟大家讲了十二因缘，大家开悟了没有？
恐怕呢边听呢，在那边呢还在想这是什么东西，好像还没看懂呢。你看我们这个悟性呢，就比不上辟支佛了。人家一边听一边就在放下烦恼，这是大家根性不相同，他心里比我们清净。我们在生活当中啊，尽量要练习清心寡欲，少追求世间呢这些享乐，我们只追求什么呢？本经的经题说的特别好，五个字，这是纲领：清净平等觉。因为这五样东西我们得到之后，将来升到哪里？肯定是在西方净土。我们做什么？你就是阿惟越智菩萨，你就永远了脱生死了。所以学佛呢，就有这样一种世间法绝对比不上的好处。后面说初无佛事，这是讲这个世间呢，世尊呢已经灭度了，佛已经不在世了。他这是讲辟支佛，观风吹树动，叶落花飞之外缘而成道者为独觉。前面是说缘觉嘛，听十二因缘开悟。那这个独觉呢，没有佛在世，可是他看这个自然现象的变化，他就开悟了。所以这个禅宗啊，有两本书，大家有空也可以看一下，叫《五灯会缘》，还有一个叫《景德传灯录》，里面收录了不少这些大德。当然，我们看呢是有这个看的好处。但是我们做不做得到？讲老实话，做不到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上善根人吗？所以呢，我们还是要选择最适合我们开悟正果的方法，就是一心持名，老实念佛。上面所说的声闻缘觉啊，这两种声人都是佛弟子中之下根。人家是下根，我们是什么根呢？诸位同学，恐怕那个下前面还加个下，是不是？我们是下下根。为什么说他们是下根呢？因为他只出了六道，还没出十法界。好，后面就说到我们这个法会了，经诸大事远超于此。这时候参加这个奇都觉山无量寿会这些出家在家菩萨，他们的境界就怎么样，远远超过声闻缘觉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们都是等觉菩萨嘛，那当然就超过了。后面是真解所说的，二圣虽得三空门。考大家一下，哪三空啊？空无相无愿，不错，及格了，非常好。唯尘偏空，虽然这些声闻缘觉他执着放下，但是他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分别，还有起心动念。菩萨不染，能达幻网，得平等法，故虽住三空门，而不住无为，不住有为。这就讲到菩萨的智慧远远超过声闻缘觉，人家是已经把这个六道的真相看清楚了。这个幻网是比喻六道，他知道六道里面一切法不可得，都是一场空。虽住三空门，就是空无相无愿，但是他怎么样，他有真实的智慧，所以他不住无为，也不住呢有为。那换句话说，他心里面有没有所谓的有为跟无为这二法？没有。这二法是什么法？是一不是二吗？对不对？你还分得那么清楚，有为无为。
这个无为呢是空，有为呢就是有，菩萨呢是空有两边都不住，所以他能行声闻，能行缘觉，也就是说声闻缘觉做得到的菩萨呢都有能力啊，你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也行。而超越声闻缘觉之地，菩萨的境界啊不是声闻缘觉所能够相比的。话呢再说回到我们自己本身好了，我们现在既不是菩萨，也不是缘觉，也不是声闻，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学习空这一边不要去计较，有这一边呢也不要去计较，知道一切法是空，但是我们要不要弘扬正法呢？还是要啊，知道这个有不可得，但是我们还需不需要穿衣吃饭呢？需不需要住一个房子呢？还是需要嘛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对这个物质方面的东西哦，不能够去贪婪。房子嘛，能够遮蔽风雨就好了；车子呢，能够代步就好了；衣服呢，能够啊保暖就可以了；桌子呢，能够派上用场就可以了，不必讲求啊是什么名牌呢，高档的产品不需要，尽量让我们的心呢里面那个牵挂分别越少越好，越低越好。下面是大宝积经里面一段开示：有大宝积经善德天子会说，以声闻法教化众生，故我是声闻；以辟支佛法化益众生，故我是辟支佛也；以大悲法教化众生，故我是菩萨；于一切法得解脱，一切无碍故，从所化众生，会声闻法化益，会辟支佛法化益，会菩萨法化益，故我是声闻，我是缘觉，我是菩萨也。这里呢都说得蛮明白的，所以圣人来到这个世间呢，他并不执着他是什么身份什么名分，他并不执着说我是声闻，我是缘觉，或者我是菩萨。他如果还有这样一个概念，那他就有什么，他就分别执着嘛。我们执不执着自己啊？你不执着，那你挺厉害的嘞，对不对？我们执着什么呢？我是男的，我是女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是一个富人，我是一个穷人。你看我们，哎呀，把自己分得那么清楚。学佛没有别的，就是放下对立嘛，放下起心动念。您把这个，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都放下了，那这个佛门所讲的那个最殊胜的爱。就展现出来了，最殊胜的爱，佛家有个说法叫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谁具备这样的爱呢？诸佛如来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小小的爱，你看这边我们把这个爱供在这儿，天天看，要把这个狭隘的心呢，这个爱心扩展到要爱护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。那请问佛有没有一个念头，我要爱护一些众生呢？他把这个照顾众生的事情呢做的是尽善尽美，但是他没有一点点念头说我在照顾大家，很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。所以人家做事情呢，真的像古人所讲的，做而无作，无作而做。后面说到，此名诸大士善巧方便，虽随机度生，示现二圣，而离声闻辟支佛之相，故云远超。有文中弟者，乃未也，戒也。这个地啊，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他的地位。十法界里面呢
也是有分呢、啊，声闻法界、辟支佛法界、菩萨法界，还有佛法界，种种不同。但是，一旦超越了，它还有没有这个概念呢？就没了。那它到了十报庄严土，你看菩萨又分什么？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，41个位置，对不对？那等他回归到常寂光，请问还有没有这41位菩萨的地位呢？也没有了。那他回归到常寂光，他还执不执着常寂光呢？不执着。我们说一个常寂光，那是不得已而讲的，方便说嘛，不得已取一个名称。在佛那个境界当中，什么概念都没有，连那个什么概念这个概念也没有。清净吧，对不对？你看佛他比我们有智慧的地方就在于对于一切法看得清清楚楚，但是呢不动心，这是我们要学的。大家学这堂课有没有感觉到有收获啊？光是看这个12因缘，我们就知道原来人生的真相是这么回事。当然了，大家可能这个看参考资料啊，次数不多，您下课之后还可以再多温习几遍，加深自己印象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莫学悟圣出席念讲，难免有讲错以及疏漏之处，如果有任何错误，敬请诸位大德予以批评指正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